入美人鱼十二强，许亚婷买定三点式林星爷。日前，电影《恐怖再现》在奥海城举行首映礼，凭该片夺得影帝的张兆辉就获成班好朋友到场支持，而另外有份参与星爷美人鱼试镜的许亚婷亦都同大家报喜，佢话已经成功入咗十二强，唔系十二强，十二强，而家入十二强，系啦，之后就会再进入四强咁，系啦，我以前算未有竞技咁样嘅嘢。其实我因为呢个嘅 casting 都特登去学咗游水，跟住都学识差唔多学识四式嘅游水，跟住前几日游水嘅时候，系啊，即系学晒四式咯。而家要争入四强，系啦，争入四强，跟住前排游水嘅时候，因为我喺。因為我而家學緊嗰啲泳律啊，即係可以喺上面打關鬥。我前排係撞瘀咗個頭，係啊，撞瘀咗個頭。律泳係咪？係係係係混律泳。跟住之後，我前排係練，終於練到可以打關鬥咯。要做一條出色嘅美人魚，除咗要游水叻之外，仲要靚噃。咁你又有冇選購定一啲三點式嚟冧下星爺咁？我諗泳裝方面都有嘅，咁但係冇話刻意係三點式咯，即係著翻啲展露自己身材。有優勢的泳衣都 OK， 我覺得。